网络上专卖快过期食品的鸡皮网，从明天开始实体店面会举行一连串的促销活动，开店进场的前十名消费者限时30秒，全店的任何商品随便你挑。这一包包的饼干，可别以为来到大卖场，这些其实都已经快过期。日本进口芋头饼干一包只要19块，更杀的在这里，小熊饼干今年9月就要到期，原价42块，特价只要1块钱。搬啊搬，抢啊抢，每天前十名顾客30秒内拿满一定金额，篮子里通通免费。好康的不止这些，这包巧克力10月过期，原价75块，特价19块。葡萄干罐剩1个月的赏味期限，原价115打2.5折，35块。还有可可球4月30号就过期，49元带回家。如果它剩下3个月，我们可能就以3折来定价，那更近的话就可能会以越低的价钱促销。被集齐商品在网络打出名号，实体店面一口气开4家，不止人吃的，连猫罐头还有民生用品通通2到3折，买得好不如买得巧，估计食品商机无限。